真的。玩什么呢？老赵，我就喜欢打移动的靶。先出事吧，先出事吧。螳螂刷也比较慢的，我等下跑去把你的螳螂刷的也是比较慢的。挠痒痒一下。一会跑去反野。上路临场小火龙，上路临场小火龙，灭完空挡。杀绝。我现在抓上能杀吗？然后也杀不了，他要走了。但是出事吧，如果抓没抓到，等一下我就永远被踩服了，永远要被踩服。上河道那里估计有点别动，虚张声势吗？那就双核心了，可以可以，大节奏好起来，大节奏大节奏，双核心好起来。兄弟不好意思。没有这么好抓，有防备的没有这么好抓，这种大师局不会这么好抓。先回去发育，因为他看到我下来的，他是看到我下来的。螳螂吃一血啊，螳螂吃一血，我双核蟹还可以啊，双核蟹还行。兄弟中路被踩头，觉得走运吗？怎么说？越牛逼刷个牛逼，谢谢。怎么说？好主意了吗？90胜率的大十号啊，90胜率的号，降子2-0开局，降子他妈个臭逼，2-0开局啊！试试我吧。精灵六级刷中。对面 AD 有屏障有闪的，我操！屏障闪现都在的，很难杀。技能全在的。感觉好像上路基本刷不了。我可没有挂火的天功，我能了。
五百四，五百四，傻逼，应该走了。经理这波没带，我他妈我不想给他，我不想让给他吃啊，好难受啊。如果这波沉掉的话，六局对面受不了了，我不想让那个河蟹啊。应该走了，应该走了。有点不想给这河蟹啊。有些狗脑子啦，有些狗脑子啦。为什么杀兵呢？他们都没有可能防了，上你去了，没事干。到现在没有见螳螂人，螳螂是不是藏我上野去了？有点人帮看一下吗？我感觉我上野区应该是没有了，应该是没了，我上野区应该是没了。不断，什么不上？瞎眼吧！还行吧，打好像打个闪还是治疗，打了个闪还是治疗啊。还有个治疗，打了个治疗还行。上野区不用去了，肯定是没有，看都不用看你。除非他是傻屌，除非他是傻屌啊！这种大师局不用去了，也肯定是没有的。跟着病女走，跟住病女走。把头埋低。为什么他不怕我呢？今天 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 难道说有人他不怕？我憋一下。轰炸了，他妈直接出暴击把他秒了，完蛋了，虚张声势吗？
毛都没有一根啊，没有一根毛啊！要你多要你 Rampage。有点，我确实尽力了，觉得尽力拿尽力。这个号主90胜率让我打地马就输了，我操！大师局90胜率地马就输了，我要认真打了。上马确实没办法，在他妈一个永远不团的，实在没招啊！这他妈实在没招啊！现在82胜率了，原来是90胜率，号主要哭晕在厕所了，现在是82了。最开始是90胜率啊，现在82的胜率。来个两连胜吧。我有没有看得懂的，现只要选小火龙，他妈他一定是没有短用的，绝对是劣势的。95%，只要是小火龙，基本都是废的。酱紫他妈输啊！我感觉之前有个玩新之钢的小龙很屌啊，他全右的小龙新之钢很屌的，之前排到过。刚刚莉莉亚吧，打的是他们逃走了。砍影，砍影，南墙没有，直接砍影，赶紧杀，直接砍影杀起来呀、啊！南墙没有，直接砍影。我今天玩一把海影杀了十几个，你够资格吗？也许不够。我今天玩了把海影杀了十几个的 ，B
比较强了，这么大的符文，看看我吸就好。这个时候僵尸砍影超毁了，今天我杀了十几个蛮能砍影，杀了十六个吧，十六杠二还是十六杠三不记得了，就把对面脆皮乱杀，三个脆皮乱杀，砍影打中脆皮阵容很好打的，对面他妈三脆皮，我不乱杀。盾弓换无尽会比较脆啊，盾弓换无尽比较脆。这把好打，这把好打。这把比较好打，这边 全是脆皮，一切一个死直接秒杀。这把刷就赢了，刷起来就赢了。全是脆皮。一切就死。如果这把玩死哥也好，这把玩死哥也好。对面也是脆皮，玩十个打人也痛了。砍影也行。还是上马的小伙东啊，又是那个野仔，他妈搞事情的野仔，这不是他，好像就是那小伙东，恶心人的。螳螂是哪一个？螳螂是岩雀吗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那个菜逼，螳螂是那岩雀啊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九十秒，然后再。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暴风雨前夕。上马的螳螂透视恶心我，是把所有哑巴上马打爆你，我队友不传，但我大数据少，我人真的没法跑。但是这把我他妈要继续搞死你。那个螳螂上马是不是透视嘲讽我？全军出击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好像看到透视嘲讽爷爷啊。还有那个小火龙不团的，这把都在对面。他不刚做野，我不好偷野，我想去偷他蓝的。卑躬屈膝的奴才，我来当你的使者吧。速度学医，学医好像过得快了。这会是最后一刻吗？好像学医的话，发的快。他妈这把很敢玩小火龙啊！恐惧吧，
斩完小伙都没斩。配不上你所拥有的能力。地形不跟了、啊，第一时间问号是没有跟吗？为什么这样的杀不死啊？你配不上你所拥有的能力。开始。哦，这个我确实很喜欢。好像没搞。等待了上万年，要将现实浸没在鲜血里。我来，我说这波月塔配合怎么样？大家说这波月塔配合怎么样？我直接扛塔，配合可以吧？可以，哪个可以？这波配合行吗？我这样子扛塔，我不想着 K 头啊，帮队友建立优势啊。妈的，眼睛是没刷上面眼睛吗？为什么要下面眼睛？你的教派只会束缚你。好像我也是被这野仔反了。把你好像也是被反弹了。我感觉他那不到问题的，他而且他也有蓝，我也是应该是被反了。他们好想偷野怪去了，我野区应该是被反了。不是我最想要的，不过我看他身上有个蓝二十几刀的岩雀啊。为什么 AD 能在中路上波？上一波是小火龙在上，然后再拿十七刀上路 ，AD 怎么跑来中路啊？我来给你。有点没看懂那个 AD 的位置啊，那 AD 他妈的跑来中路是人吗？我操，野区带的，我他妈也有野区没有，不然我他妈不会去反。你等待了上万年，我他妈也。